我们从2005年成立至今，我们就与华联资源在展会上深入开展合作。目前每年在华联资源的投入在100万左右。正因为有了华联资源的高质量买家和优质的客户服务，使我们从最初的60个人的工厂发展到现在1000人的集团企业，客户也覆盖了沃尔玛、百思买等大的终端零售卖场和一些国际的知名品牌。 后续，我们也将与华联资源更加深入的在国际展会上合作。我们也相信，借助他们的高质量平台，能使我们公司的发展更上一步。